尊敬的诸位比丘大德、诸位沙弥居士，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大家早上好。请翻开经本，编第仪程第四十。昨天呢，我们大要的说明啊，往生到边地仪程的众生是什么样的因缘。那今天我们就看经文。佛告慈氏，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吾等无伦最上圣智，于此诸智疑惑不信，由信最福，修习善本，愿生其果。那么这一段是说明啊，往生边地仪程有哪些原因？这里讲到啊，如果有众生以疑惑心呢，修诸功德，这个疑惑心呢，主要是疑惑佛智，对佛的智慧不明了，那么下一类的因呢，是疑惑自己的善根。疑惑不外乎就是这两大类。那这种人虽然疑惑但是他们还是修，还是很努力很精进，修诸功德。这个功德包括持戒修定念佛，也发愿呢要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他们不了佛智，对于佛的智慧不明了。这个不了佛智是属于总说那佛的智慧包括哪些呢？下面呢就分别说出四条。不思议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吾等无伦最上圣智。
在净影书，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就讲到什么叫不思议智呢？是讲佛的智慧呀，渊博深奥，不可思议。除了佛以外啊，其余的人都不能够测度。像本经47品的记诵，就说到声闻意解思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声闻就是阿罗汉，已经断了三界的见思惑了，六种神通都现前了。那么他们智慧就远超过凡夫，但是用一劫的时间来思维佛的智慧，尽他们的神力都没办法测度所以佛称为不思议智不是我们凡夫思维想象得了的。那么不可称智呢，是讲佛的智慧很多，不是言语可以尽说的，所以叫做不可称那么这两句合起来就是非是语言思维之所能知。大乘广智就是讲一切法门佛都已经穷其根源，尽其所有通达明了，一切成佛的方法，所以称为大乘广智。那么无等无伦最上圣智就是佛的智慧高出一切没有跟他相比的，无等就是不能够跟他等齐，无伦是无与伦比，称为最上最殊胜的智慧。在唐朝海东元晓大师海东就是朝鲜当时朝鲜有两位净土的大德，一个是元晓，一个是景星他们都有无量寿经的注解，都入了藏。
当年啊，这些日本、朝鲜的高僧都来到中国求学，像金巧觉啊，地藏菩萨的化身啊，也是从朝鲜来的。那么圆晓大师呢，在他的著作当中，就是《无量寿经》的注解啊，称为啊要解，他就把佛的四智啊，跟转八识成四智，这四智啊相匹配啊，匹配的很好啊。什么叫转八识成四智呢？就是成佛的时候了，不再像我们凡夫用事，因为事是分别执着啊。那么佛呢，不分别不执着，就转成了智慧啊，转第六意识思维的这个意识，成为呀、啊、妙观察智啊，转第七意识，第七意识是执着啊，转成啊平等性质，转第八意识。啊，这个第八意识专门用来收藏种子，现在转成了大圆净智啊，像大圆宝镜一样啊，所以不用再收藏种子，直接照料啊。那么前五识呢，眼耳鼻舌身也跟着转了，转成啊成所作之。那么圆晓大师啊就说，不思议智啊就是成所作之啊，这个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啊，现在转了，转成智慧，能够做出啊不可思议的事情。什么事呢？一念称名啊，称这一句阿弥陀佛，多劫的重罪啊都得以永灭了啊。所谓啊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啊，这观无量寿经上讲的。那十念的功德啊，就能够超出三界，入一真法界，这样殊胜的果报。那这些事情是佛用来度众生的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思维想象啊，所以啊叫做不思议智啊，成所作智。
那不可称智呢？就是啊，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就是能够啊观察不可称量的境界。所谓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梦境非有非无。你说梦境有吗？明明是做梦嘛，怎么是有呢？但是你也不能说它无啊。明明在梦境中看到了，感受到了，所以非有非无，非非有，又非非无，离四句绝百非，离言绝律，不是语言思维可以达到的。那一切法都是如此。凡有言说皆无实义啊。思虑达不到。黄念祖老居士在注解《无量寿经》之后写了一首注经偶诵的诗，其中有两句说：“立论为一圣，得止在忘情。”注解经典要立论呢，这个论点是唯一圣言量，不能依自己的意思，是经典里面讲的，不是自己独出心裁。所以黄念老在注大经解的时候翻阅了好多经将近200部的著作经典还有古德的注解。那么全都是一句一句抄出来的，根本没有自己的意思。这叫立论为一圣言量。可是得旨能不能得到那个经典当中的旨趣，就在于忘情。凡夫都有情见啊，有是非邪正分别，这些就是凡夫的情见啊。而圣人的见解呢，是非不二，邪正不二，生佛不二，众生跟佛都是平等的。你如果不能把这些情见忘掉，扫除干净，你不能得佛的真实旨趣。所以愿解如来真实义不容易怎么能解啊？把你的分别执着放下，
忘情就能解了。这些忘不掉，扫不清，纵然你天天读经，不解如来真实义。现在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也研究佛经我也收到他们的一些信那么他们谈起对经典的理解，我一看笑笑而已没有真正解如来真实义所谓一文解义三世佛愿你照着这个文字去理解，只能理解表面文字的意思不是如来真实义，所以三世佛都喊冤枉你讲错了，不是我的意思为什么呢？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解如来真实义？就是没有放下分别执着只是用我们世间常识逻辑思维来去体会这怎么行？所以根本就错了，就错到底了。那么不可称智就是妙观察智，就是转你的意识意识是分别把你的分别转了，就不分别，在无分别中能够豁然悟入佛之之见。你的见地不是以分别忘情，就是真实智慧了。这个叫不可称智就是离言绝虑。第三个大乘广智，就是平等性智。这个智慧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不同于小乘。小乘是自了不肯度众生。那么大乘人呢，发愿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尽未来际没有间歇，没有疲厌达到了无我不仅无我，连无我的念头也没有你有无我这个念头还不清净，所以平等普摄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不管众生是善还是恶，是邪还是正是智还是愚，都平等
都要帮助。应激教化，那只有佛才具足啊这个智慧。所以大乘广智啊，这个广是无边的啊，大乘就是合载一切众生，到达涅槃成佛的彼岸。那么这种智慧虽然我们现在没有啊，我们要度众生很难，譬如说度家里人就不容易啊，外面人还好度，家里人最难度啊。为什么呢？家里人都知道我们的底细啊，我们有分别，有执着，有烦恼，有习气啊，家里人就不服啊。啊，那你要普度啊，先要发愿从身边的人度起，自己要做好样子。那学佛那样啊，弃一切众生的根基，为他们演说妙法。这个演说首先是要表演，表演之后再说啊，先做到。你自己没做到就巴拉巴拉的说，那别人肯定不服你啊。好比你劝人要断烦恼啊，你自己还起贪嗔痴；你劝人要持戒，你自己也不持啊，说一套做一套，人怎么能服？所以自己先要做到啊，自己做到了就能感化别人，带动啊一家人都能学佛了。在道场里也是如此啊。啊，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使命感。我要为道场大众做一个好的表率。啊，要学好样子，不学坏样子。啊，人家做不做，我们不管。啊，我们自己要努力做。以佛啊戒律和经教作为我们的标准。啊，真正要依教奉行啊，那么道场有一个人真正在修，这个道场就有正法啊，那就能够带动大家。下面无等无伦，最上圣旨。这个就是大愿净旨，是转了我们的本事。阿赖耶识成为呀大愿净旨。这个大圆镜有啊五种殊胜。
那么这五种殊胜都是凡夫二乘所不共的。那么这里讲到五等是第一圣就是二乘凡夫得不到只有成佛才能得到这是第一圣。第二是无伦，这个无伦呢是菩萨也得不到，菩萨能够渐渐得到前面的三智，所谓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妙观察智，菩萨通过一点点的修持慢慢的增长就能够得到。但是大圆净智就唯有佛才能顿证。其他类别的众生就没有办法得到。所以称为无伦。那第三个殊胜是过于不思议智，称为罪罪上。那么过于不可称智称为上，罪上宽于大乘广智称为圣。所以最上圣就是代表超过了前面的三种智。这个呢就属于三四五个殊胜所以五等无伦最上圣总共五种殊胜，唯有佛一人呢证得。那么经文这里讲，于此诸智疑惑不信，对于佛的这个智慧有疑惑不相信。那么按照昙鸾大师、圆晓大师还有日本的俊帝师、朝鲜的景星师等等这些人的意思黄念祖老居士就综合四个方面来讲什么叫不信于此诸智就疑惑不信。那第一个呢，不信呢，不思议智不相信佛有大威力怀疑只念阿弥陀佛能往生吗他不知道佛有这个不思议智大威力，能够让十恶不赦的重罪的凡夫十念都毕生那有这种疑的人很多譬如说怀疑我都没做什么功德
就这么念佛能往生吗？啊，要知道佛号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非思量之所能及，唯有佛与佛方能究竟。那广说起来，一切万法都是啊，自利他利，自设他设，所以我们要信自信他。这是藕益大师要解里头讲的六信头两条。我们如果用凡夫有爱的情见，用我们的心意识啊，去测度，去怀疑如来无爱的妙法啊，那这怎么可以啊？要知道，一面小的镜子啊，可以现万种相啊，千年的干柴啊，这些新柴，一把火就能够把它烧尽了。所以纵然我们呢，有千劫万劫的罪业啊，经上讲八十亿劫生死重罪，只要能至诚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顿消啊！啊，一念都如此啊，何况十念？就怕你呀、啊，夹杂怀疑，有怀疑就破坏了佛号的啊对你的加持。所以第一个就要相信佛的不思议智。那第二呢，就是不相信啊不可成智。佛的智慧前面讲了，离也绝虑，是没有对待的。啊，而众生呢就在对待之中。啊，不是是就是非，不是高就是低。那佛的这个不可称智，当然就不能够啊体会。啊，要知道这一切万法本来也是不可称啊。啊，这怎么说呢？如果说法是有，那必定有一个知有之智。啊，若法是无，也应该有一个知无之智。诸法是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无啊！啊，就像梦一样，梦是有啊，啊，但也是无啊，啊，非有非无。所以，这个知有的智和知无的智是没有对待的，啊，放下对待了。这叫做绝代啊，绝代才是圆融
那么所谓啊，以知取佛啊，不悦知佛。你用这个知有知无的这个知来去取佛，去体会佛啊，这个不能叫知佛。那以不知取佛亦非知佛啊，这也不是啊。你说好，那我就以不知啊，是不是什么都不知就叫体会到佛的境界呢？也不是。那以非知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啊，双非。这个非知非不知也不是，也不是能够体会到佛、知道佛的。以非非知非非不知取佛，亦非知佛。啊，这个双非非啊，就是否定否定，啊啊，那么这四句。都有过失，都不正确。要离四句，再说一句，啊，那就没说的啦，啊，所以众生这里就没有办法站住脚跟了。离了四句，啊。就一切错误都离了，啊，叫离百非，啊，这个本体呀，就离开了对待了，啊，没有对待的时候，你才能知佛啊。楞严经上，啊，这个讲到。啊，佛问呢，你是文殊吗？啊，文殊菩萨就回答，我真文殊，无是文殊，若是文殊，则二文殊。啊，这回答的妙啊。啊，说我这真文殊啊，没有说是文殊。如果说是文殊，就有两个文殊。说是，说不是，都是成了对待啊。啊，那这两个文殊了，那是虚妄的，那都不是真文殊。啊，所以这个智慧，离四句绝百非，绝诸对待。思量所不能及，啊，成为不可称之，不可说。那我们得信这个，啊，纵然没达到境界，也要生信，不能怀疑。第三个，讲不信佛智，是不信大乘广智。啊，大乘广智是啊，普摄一切众生啊。那你怀疑啊，阿弥陀佛能不能度尽一切众生啊？啊，那现在这么多的众生，佛怎么都没办法度呢？啊，这就怀疑呀，啊。怀疑这么多的众生确实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吗？啊，以前我们的老爷爷在生的时候就有这个怀疑啊。啊，有一天他问我，啊，那时候他在云南啊，我在侍奉他，啊，我让他每天读十遍《阿弥陀经》解要，啊。阿弥陀经
他90岁啊，读起来嫌太长啊，那我就给他做了节要啊，大概节了一半最重点的经文啊，然后让他每天读十遍。那有一次他就来问我呀，起了疑情啊，就问呢啊，我现在在云南啊，那还有北京、上海、广州啊，这么多的人要同时往生，这阿弥陀佛能接得过来吗？你看，他都是用反省来测量佛智，所以就有这个疑惑啊。啊，或者有的疑啊，那这么多人都去了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不就人口大爆炸了？这些都是啊，用我们的妄情啊去思量啊，怀疑佛啊没有这种智慧普度众生啊。那我给我老爷爷举个例子说呀，就像天上的月亮啊，那月亮可以化身呢，知道吧？我底下放很多水，一盆水，一桶水啊，每一个水里头都有月亮啊。那月亮是不是很辛苦啊？啊，先到这一桶水里头，再到那一盆水里头啊，去渡，没有，同时进入。千江有水千江月，而自己本身呢，真身在高空中不动啊，照而常寂，寂而常照，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就是这样的，他就是这样不动而应千百亿化身啊，无量的化身去摄受一切众生往生净土。那对于佛大乘广智啊，就不能有疑惑，相信呢 啊佛啊确实是无法不知，无烦恼不断，无一众生而不度啊！啊，那有的人又疑惑了：佛确实是度尽一切众生了吗？啊，如果佛没有度尽一切众生，啊。那他成佛岂不是啊这个把我们扔下来不管了啊，因为佛讲度一切众生尽了才成佛呀，那我还没成佛呢，他怎么就成佛去了啊？《金刚经》上讲，灭度一切无量无边众生，使无有一众生得灭度啊！啊，这个话又怎么理解呢？啊，因为啊，在佛的境界当中，看我们众生本来是佛。只是一下迷了啊，忽然动了妄念，对妄念执着了，现在这个妄境界中，在梦境里没醒过来而已啊，醒过来了之后那就是佛啊，所以
佛的眼中看，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哪里需要我来度呢？啊，不度而度啊！所以终日度生也终日无度，度尽一切众生了，他眼中呢实无有一众生得度啊！众生哪是我度的呀？他们自己本来就是佛啊，不是因为我度他才成佛，他本来就是啊。所以佛度众生自在啊，啊，可以普度，而且很耐心的度，尽无量劫的度啊，因为知道度实际上就是无度。那么度众生最好的法门不外乎啊，就是用净土法门啊，让你呀、念佛求生净土啊，告诉你真有个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那个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是在你真心里头的，你现在就啊趋向这个真心之中的净土，见你真心之中的阿弥陀佛啊，是心作佛，是心是佛，往生心中的净土就是明自本心呐、见自性的弥陀就是见自性啊，明心见性就通过见佛往生就达到了啊，所以佛劝一切众生都修这个法门，从念佛而入无念，从往生而证无生啊，这个就是最胜方便，大乘广智就落实在净土法门当中啊，这个法门确实是普披三根，立顿全首啊，上至等觉菩萨，下至地狱众生都能够受舍啊，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不用靠别的法门了，就靠这个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里头讲到，从誓持啊达力持，即凡心成佛心呐、在事项上持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持啊，那么一直持下去，就能入理持。纵然一开始你理不通啊，不知道是心作佛，是心是佛的道理，没有关系，你就老老实实的念，一心的持名
啊，渐渐你就能通。啊，念到啊，纯熟，这个佛号成片了。能念的心跟所念的佛打成一片。啊，渐渐念的就变成啊，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啊，因为能念的心就是佛呀。啊，所以念就是无念了。无念也是念，那心就是佛。无念就是念。啊，佛就是心。啊，所以无念而念。这样下去，就能够忽然误入理一心不乱。啊，真正到理一心了，肯定不乱了，永远不乱。啊，因为呢，是心已经是佛了，还乱什么？啊，所以啊，这个法门不能看小它。啊，从这个法门入无生人，啊，大势至菩萨给我们实现。啊，即凡心就成为佛心。啊，而且它是圆顿法。啊，念佛的时候全心就是佛。你看是不是圆？心没有别的杂念，只有佛。那这个就是佛心。即此凡心就成佛心。这是顿。啊，顿法不经历次第呀。不用说，我先成个阿罗汉嘛，把见思烦恼断了。然后再断尘沙，成菩萨，再慢慢分破无明，这叫见法。顿法是什么呢？一块儿一起断，圆断，啊，三种烦恼一起断。怎么断呢？整个就把心给转成佛心，就全断了。所以直截了当啊，这是佛普摄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方便，大乘广智。所以我们要信得记啊，这句佛号就肯念了。我能念佛，就是被佛度了。不肯念佛，那佛都度不了。好，第四个不信呢，是不信无等无伦最上圣智，怀疑佛的智慧不可能那么高吧？啊，我现在是凡夫。他能有办法让我一下就成佛吗？你相不相信？佛可以让你一下成佛。啊，刹那即就成佛。佛有这种智慧能力啊。啊，但是可惜众生不信啊。不信的原因就是因为自己在凡情当中出不来，就像井底之蛙啊，只看到啊，那天就是像井口那么大啊，人家跟他讲
那天是无边无际的，他不相信。啊，我只看到那个有边际的。啊，所以我们众生对佛不能相信。不能相信就是没有缘了。佛不能度无缘之人。啊，什么叫有缘？信就是缘。不信就是无缘。啊，你能够相信一个人，啊，比如说你有病，你相信这个医生，肯定能把你的病治好。那这个医生确实就有能力把你的病治好。能不能治好，就是他跟你的缘分。啊，如果他跟你没这个缘分，纵然他医术再高明，他也没办法治好你的病。啊，你对他不相信，就不行。他让你吃啥药，你怀疑。一怀疑嘛，就肯定不可能啊，老老实实的听话啊，所以就救不了你。那学生对老师也是这样啊，老师纵然不高明，甚至水平还差，比学生还差，但是学生对老师有真诚恭敬啊，清净的信心，他跟这个老师学，一定能学成。啊，就像在佛典故事里头讲到有一个优婆夷，啊，他每天呢，啊，都邀请附近寺院的僧众啊到他家里应供。那么僧众就按僧次排啊，这一天呢就轮到一个刚出家的老比丘。这老比丘啥都不懂啊。啊，这个优婆夷呢非常虔诚，非常好学，对佛理非常精通。啊，他请出家人来应供之后啊，肯定是请教啊佛学问题。那这个老比丘啥都不懂，又轮到他，哎呀，他就心里七上八下。啊，怕去到那里给人问住了答不上来的出丑。啊，所以走得很慢啊，犹犹豫豫的走。结果呢快走到优婆夷家里的时候，优婆夷已经在门口迎接，啊，跪在地上很虔诚，啊，远远看到这位老法师来了，走路很慢，很有威仪，啊，心更加升起恭敬，知道这来者一定不凡，啊，于是很恭敬地请他到家里，啊，奉上最好的饮食，啊，那么用过餐之后，这优婆夷照例啊，跪在地上，双手合十，啊，然后礼拜啊，求老法师跟他开示。这可难住了这个老法师了，啊，老法师啥都不懂，啊，说什么呢？啊，自己很羞愧呀，啊，坐在那个高座上啊，就叹了一口气。人老啊是真苦啊。啊。结果呢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优婆夷啊趴在地上嘛就入了正思维。这十二因缘观啊，无明缘行啊，行缘明色，明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老啊，病死忧悲苦恼。这个老确实苦啊，都是因为无明啊。啊，就这样的正思维的时候啊，忽然就断了见惑，
证得出果。啊，那这个老法师呢，因为啊看见这个优婆夷啊头趴在地上不起来啊，赶紧找这个机会啊就溜了。啊，优婆夷啊已经证出果了，抬起眼一看，诶，老人家不见了。啊，怀疑，哎呀，这一定是个阿罗汉啊，有神通飞走了。啊，你看看。啊，这个学生的水平比老师都高啊，比师父高，但是啊，只要对师父有真诚恭敬啊，有信心，你看他就因这个师父得证出果，成就圣道啊。啊，所以信心是最重要的，有信心就能因他而得度。那我们对佛更要相信啊。啊，佛确实是万德万能，可以帮助我们呢一生乃至刹那际成佛。啊，只要我们信心恳切啊，佛就有能力度我们了。像前面我们看到第38品阿难尊者啊，听世尊教导，若草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应起细想，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就一点不怀疑，就听话，就真干。结果他自己都没想到，拜下去，头一抬起来就见阿弥陀佛了，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那《法华经》里面更不得了。龙女八岁成佛啊，所以《法华经》叫成佛的法华啊，不仅告诉我们每个众生啊都有佛性，都必定做佛，而且有表演，龙女就是表演，八岁还不是人女啊，是畜生女啊，啊，龙是畜生，啊，他刹那际就成佛了，舍利佛都不敢相信呐，啊，舍利佛智慧都欠一截啊，啊，他比人的智慧高，但是啊，对于佛智这就不能够欺辱。他认为佛在经里面讲女人不能成佛的，而且只有人能成佛，结果龙女就给他表演，她是畜生还是女的啊，就成佛了。当然成佛的时候也是转男身啊，视现佛身在他方世界成佛，所以佛有这个能力啊，神力加持我们，就一下让我们成佛了。这个好比是什么呢？我们就在梦中啊，本来我们是好好的人啊，假如在梦中啊梦到老虎把我们的手臂给咬下来了啊，那你不用了担心，哎呀，我这手臂咬下来了，就再也不能复原了。按照我们的凡情，我们的常识，确实不能复原。手臂砍下来了就不能复原了。但是佛有能力让你复原，用什么能力呢？把你叫醒就行了。
哎，你醒醒醒醒，一觉醒来，手臂就在这儿啊。啊，没有丢啊。这就是帮助你啊，还归本来面目嘛。啊，楞严经上举的例子呢，啊，就是迷头啊，这个啊，有一个人啊，以为自己的头丢了啊，疯狂到处找头啊，结果有人提醒他，哎，你的头就在你脖子上，哎呀，一摸，真的没丢。我们凡夫就是这样，所谓成为众生就是因为迷。迷了什么呢？迷了自己本来是佛，本来自己有头就以为自己没头，疯狂的找头啊，结果呢头就在自己的脖子上，好好的没丢啊。所以成佛就是这样啊，只要一觉悟就成佛了。佛有这个能力啊，把我们这些梦中人叫醒，一醒来就觉悟啊，大彻大悟，见性成佛了啊。那这是啊，佛无等无论最上圣智啊，他有这种智慧。那么我们不能够啊怀疑佛的这些智慧啊。如果啊把这些怀疑排除了，那你呀，往生净土可以直入啊七宝莲池啊，在莲花中化生。那假如你有疑啊，虽然你修诸功德啊，用念佛、用持戒等等回向求生，那你只能达到边地啊，边地啊也就是疑城啊，不能听闻佛法啊，不能见佛，不能见到菩萨圣众啊。那么这样至少啊要一段时间啊，最长呢就500岁啊，500年。这500年呢是用我们这个啊世界的年代计算啊，因为在极乐世界是没有啊这些年月啊的这种区别啊，没有日夜寒暑雨明之意啊，所以不讲年了啊，讲年呢都是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概念啊。好，那么这里呢啊就讲到啊，对于佛的四种智慧啊有疑惑不信，这是啊入边地疑城的因。好，那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谢谢大家。